好，我们即将开始拉这个渔网啊。好，走。这一款的话是那个24伏的啊，船的长度的话是93厘米，整船的重是那个4.5公斤，就9斤多。好，看一下拉这个渔网啊，看一下我们拉这个渔网，看一下这个坠子哈。站在岸边就可以啊，特别是现在冬天啊，特别是现在冬天，站在岸上就可以把这个渔网给拉了。下这个渔网啊，大概的话就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能把这个渔网给拉完，然后拉完之后呢，把那个遥控船呢，遥控回来就可以了，网的话就放在这里就 OK 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船在跑，现在好，这个渔网的话马上就拉完了啊，刚好2分钟。现在拉完渔网之后呢，我们这边遥控器啊，按一下这个一键脱钩的按键，然后这个遥控船呢我们开回来就可以了啊。渔网的话放在这一边啊，只要那个水流不是特别急啊，我们这个船都是可以使用的啊。这一款是有声音的，有12伏跟24伏的版本啊，看一下。